好了，接下来呢，刚刚我们看完了非常含有台湾浓浓乡亲味的采茶舞表演，接下来的表演呢是两首的排舞表演。排舞的英文名字叫 Line Dance， 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哦。它呢是属于全球化健身的运动之一，也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运动。排舞班呢是华夏协会为了会员的健康和联谊所举办的排舞动作，融合各种不同的舞步，包括了华尔兹舞步、森巴、恰恰、伦巴等基本步伐，非常欢乐有趣的活动，不需要舞伴，不需要舞蹈的基础，不分男女老少，只需要一颗跳动的心。所以呢，等一下呢，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台上的这些舞者呢，大家可以一起的与我们站起来，一同的活动一下，活动一下筋骨。好了，再一次呢，欢迎我们的排舞舞者，他们将表演的曲目分别为有两首，第一首是 Something in the Water， 第二首是 A Mula's Way， 掌声欢迎。Thank you.
活力的舞者，大家是不是也都觉得轻松起来了呢？再次以热烈掌声给我们非常棒的采茶舞及拍舞的表演。谢谢你们。好了，看完了排舞，看完了采茶舞，紧接着呢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会员买华航机票抽机票的紧张且兴奋的时刻了哦。那参加购买华航机票抽机票的会员们呢，名单截止至昨天下午，共约144位会员参加抽奖。所以今天在场的会员们，你们都有机会抽到这个华航的机票哦。所以呢，参加抽奖会员的机票们呢，买商务舱抽到就送商务舱，除非华航那个林总你希望买商务舱，到头等舱可以这样做升等的动作也可以的哦。那不管你是买短程的话呢，就送布里斯本；买长程的话就送台北；买单程送单程；买来回就送来回。现在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得意春风、自在飞翔的华航林总经理上台抽出今天的幸运得奖主。那我们也要请我们的华航林总为我们先致辞一下啊。刘董，我们亲爱的华航会长，各位侨务的罗义子，各位社团的负责人，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团结机会，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故意，看你有听无啦。我是中华航空有限航空公司总经理林信啊，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多的乡亲啊。我为什么还要送？我本来就送一张机票，为什么要送第二张机票？有人说你是台派去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为什么要送？各位看一下，我们叫做华夏协会，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公司叫中华航空，都是华，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兄弟嘛。各位再看看一下你的手背，你的手背是往内弯，有没有外翻的？没有啊。你有吗？我都要切个汗倒下。所以不管是兄弟和姐妹，我们的戈壁永远都是往内翻，都是要支持自己的，对不对？所以华航一定要支持华夏。那华夏呢，当然要支持华航嘛，对不对？来一个不开手的，我就记到中文来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支持华航？我跟你讲，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华航每天有飞机飞，你们如果随时要回去，随时要跟女朋友约会，随时要回去订婚，马上就可以回去，对不对？你要不要选日期啊？哪一天没有，还在那边想想一想哪一天没有，非常的不方便。另外，我们的票价又比人家低。你买商务舱，上上个礼拜商务舱才3200块，现在在市场上能够站得上台面的航空公司商务舱，你去哪里买3200的？对不对？不4000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贱卖，最主要是我们要回馈乡亲。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回馈乡亲。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向靠乡亲来支持。所以前一段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公司遭逢几年来比较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的机师罢工。在这个地方，我要为这个事件，如果各位乡亲或是朋友亲戚有受到我们的影响，我在这个地方代表中华航空公司跟各位致个歉，非常抱歉。另外，我要感谢各位，我不是尽量简短了吗？另外，我要跟各位岗位，在我们的罢工期间啊，收到很多关心的电话，收到很多鼓励的电话，甚至我们还收到有人送包子给我们，因为我们有些有几天都没有吃到饭了，但是他说吃包子也可以啊，
前一阵子包子刚好正夯，对不对？他们可能看到我们包子，所以说我们是土包子。所以我们的乡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那我们中国航空公司也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回馈乡亲。所以刚处长，我们代表处在这边，他的功用是什么？他就是要替乡亲服务。我们华航为什么要飞纽西兰？我刚刚讲有几个原因，我们应该从三元来讲。第一个是地缘，因为纽西兰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好，是人间的净土。第二个是因缘，华夏在1990年的成立，我们的子公司华信航空在1995年就飞了，我们也飞了24年了。第三个就是人缘，人也不是说我啦，我人也不大好，但是我们的乡亲人缘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大家也非常非常团结，所以有这个三缘，地缘、人缘、因缘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华航，一言可以复始，三缘可以开泰，所以我们从一言开始，我们有三缘，既然有这么多的缘，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华航？华航为什么不支持我们的乡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感谢各位在这个20几年来对华航的支持，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支持华航，不要等到华航不飞了，你再说，哎，华航那不会飞啊，到时候来问我就已经来不及了，好不好 ？OK， 我话不多，那刚刚已经有介绍过了哦，就是我们下午还要送一张，那个是大家的会员都可以抽，那这一张呢是买华航机票才可以抽了，如果你还没有买，那怎么办？如果你下个月买怎么办？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好不好？所以我会再选一个好日子，再送大家一张来抽奖。好，那我们就开始抽了。好了好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来了啊、哦！那个高抬贵手，林总，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有在。对啊，讲，我们要先说清楚哈、哦。这个抽出来的这一张哦，如果他的条件不符的话，我机票要收回来。哦，对，这谈公平嘛。但机票收回来不是我自己用，下一次抽，对不对？这样可以吧？那下一次抽，我说下一次还没有一张，我们给各位的永远不会收回来，只是要把给符合条件的人。OK。好了，请我们的林总宣布我们的幸运得奖者是，结果林总你忘记戴眼镜了哈，跨博的，对不？光明来了，看到阳光了，真的哎，好的来，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光明兄，谢光明得奖者，有在现场吗？谢光明，谢光明先生在吗？对不对？不在，不在没关系，我们事后再看他的票，他只要是买商务舱，我们就送商务舱。买豪华经济舱，我们就送豪华经济舱；买经济舱，我们就送经济舱；买单程送单程，买来回送来回。所以希望各位，你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买华航的票了。买了之后，我再找一个机会，另外再送一个抽奖的，也用同样的条件，甚至更好的条件给各位抽奖，好不好？谢谢各位。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华航林总，也恭喜我们的谢光明谢先生。哦，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讲一句话。那个最近有很多人听说华航不飞了，我告诉你，这个是假消息，真的，我给你假消息，而且我已经去请那个行政院了，在查到底是谁放出来的。各位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谣言。我是中华航空公司华航总经理，我跟各位讲，华航一定会飞下去，绝对没有说华航不飞的。我告诉各位，不飞的是另外两家航空公司已经宣布不飞了。我不要说谁，一家是确定5月22号最后一天，另外一家上礼拜才宣布不飞的，各位看一下。